Hello, hello,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来到我的朋友 John Chak， 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现在隆重的开幕了，跟我来看看吧。John Chak, barrister, solicitors。最重要的 John Chak 呢，他是我的 schoolmate i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years ago。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在一起工作过，而且呢，他非常非常的棒。我们一起都是犯罪学毕业的，当然后来呢，他就成了一个非常牛的律师。来看看，这个办公室我可是很喜欢哦。其实有点像那个 Kendall Puma 的，就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非常非常的有档次，而且呢又是一个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办公室，当然了，他的很多文件我们就不拍了，在这边整个一个商业的气息，那边呢还有这个山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一件最漂亮的魔法外衣。哎，这个就是 John Chak， 他就是我的同学，非常害羞的。OK， 来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呢，现在他这个办公室完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代的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。open 式，能看到我，我能看到你，我做什么我领不见。现在这边呢正在有一个会议，等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。OK， 先这样。Unbelievable. Don't shake my phone. 关注杨雷，让我们一起打至年薪百万的你。